小姨太不见了，那歹徒和女婴凶都不见了，你说他们出现的那么古怪，不会是一伙的吧？别瞎说，小姨娘失踪非同小可，先回家告诉我爹再说吧。今天那个拉车的马身上一道道的血痕，像是被刚刚抽过的。哎，我那匹马背上也有，你说怎么好端端的多出了几道鞭痕呢？哎，小姐，这顾寨主的画像和当时劫了咱们那个绑匪好像啊。 当时您和小姨太被绑了之后，老爷气坏了。现在城里搜得翻天覆地的，那个祸害应得的劫匪被抓到了，看看去。走走走走，就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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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